你甲我，你甲我，一定要着一支香火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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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乔玉，好像看到债主，谁是谁债主？我说你要在高流办演唱会，对，我8月21号会先帮那个慧仁姐做个暖场的动作。凭什么你在我前面办？因为这是新的场地，对不对？那势必要让慧仁姐来开演唱会的时候，她的整个场地啊，然后喇叭都最好的状态。所以我现在测试一下，帮你把这个喇叭暖开，到你开演唱会的时候，想要大，不会，会非常非常要大有大，炸到坏掉，会变非常精致，刚好配合你的音乐，细腻精致。你甲我，你甲我，一定要着一支香火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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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转不来啦。蛮好的，没想到你也可以跳老派的，我可以，我可以跳的老派一点，可以，来，不是你要教我的，我也不会啊，到队友教，到队友教，都吹到超老派，这是可以的吗？嘉年华好嘛，没有感觉，刀哥教的。也太多蓝色了吧？对啊，对啊。今天身上也很多蓝色。哦，太好了！全民新运动会是蓝队。那资深艺人就马上切入到重点。邀请会，邀请会员姐做我们蓝队首席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站前面一点，你的脸比较小。一直给我往后退，什么意思 ？One, two, three, blue ring。谢谢。